看这很漂亮啊，设计也很好啊，颜色也很到位啊。这个非常的，orange 红色，这个漂亮漂亮。长红色啊。长红色。对，都是18K 的啊，这个1880，哇，这种观音很好，黄翡。18K 也很重，钻石很多，1卡拉55。这个面容很慈祥的，看起来漂亮，脸开的很好，3990，脸开的非常好。其实他们胸针做的真的很好，这些你看很难配的，5200，胸针吊坠两用，5200，5200。这个系列的国风也很好啊，2300，因为佛宫其实很难开脸，又很难才开得漂亮的，这个脸开得非常好。那这个就1500，1600。哇，葫芦1600，哇1700，1800。2600，1650，很特别。哇，这个葫芦的那个，7500，葫芦。8800，那这些就很超值了，这些都是搞活动价，这个才790，黄钻，中间那个是27分，可以调整16寸到18寸之间，那他们公司这个黄钻系列相当不错。这个是850，数据都在这里，大家看数据，850，搞特价了。这个才750，这个 center 就1卡拉多的黄钻，4300，还没做证书，4300。还有，因为还有 part four， OK， 啊，一会儿搞定了，那这个哇，真的很特价， OK， 数据都在这里了，大家可以慢慢看啊，慢慢看。那好像这个通通每一个850，那好像这个黄钻18K 黄钻，相当不错的。
我觉得这个就很值得。82分的，850哇，还有几个来那个18K。18K 珍珠12个米，850，其实买个坐着都买不到。哇，这些也很好。18K 19分的钻石，850。哇，这些很重啊，重量级，5.6克18K 850，都相当好的，都是工厂新出来的，很新款的，对，统一叫他们搞特价，所以这个都是迎合我们的客户，那850真的很超值。20几分的钻石，18K，850。